各位朋友，我是子健，今天看到我穿这件衣服和这条锁链，就是正好反映我们的人权和自由越来越被压缩，好像你这样的烂鬼选举替补机制那样。我们可能是绝对无能为力的，但是不要以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好像没什么信心，导致我们都埋没了一些良心，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鼓起我们的勇气继续撑下去。如果你问我怎么撑，其实我都不知道怎么撑，不过我们可以做的，我希望泛民的议员能够呢今次就勇敢一点，如果你觉得辞职是没有用，我都认同没有用的，同样你在里面投反对票都是没用的，所以既然大家都这么没用的时候呢，就应该在个议会里面呢是用一些较为激烈的手段去拖延他今次的表决。无论怎样都好，就算政府吞太这个替补机制，我们都不能接受，因为这个是我们本来已经有的权利来的，现在这样收回是很不行的，我们没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没什么力度，我们没了良心，是因为我们开始麻木。希望大家鼓起勇气跟政府搏一搏，反对替补机制，拿回我们自己应有的选举权。